林心如新剧《我的男孩》上月底杀青，她和霍建华抽空到日本旅游被网友拍到，有网友称在上野动物园偶遇两人，虽然只拍到背影，但依旧让网友兴奋，直呼这都能遇到明星，羡慕。还有网友在高级餐厅吃早餐时恰好碰到霍心夫妻也在，素颜的林心如开心地和霍建华讨论菜单，两人都穿着黑色上衣，同框画面相当恩爱。